接下来是快6万的机器，这关键是这个线，它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对接。一个原木榫的榫接道具，那它这个道具主要就是要让你可以很快速方便的对齐木头跟木头之间的这个连接线。所以呢，你一般来说呢，如果我们不用这种相对呢非常贵的这种 fast tool 的这种榫接机，或者是呢我们不用这种柠檬机，你买 IKEA 的家具的时候，你常常会看到这个东西原木榫，通常会有两种尺寸。那这原木榫呢，你就可以就是透过你只要买到一个对的钻尾，就可以把这个钻上去啦。这种的，你买一组这个，它配了这个钻尾头来钻洞。所以呢，就是其实很多 DIY 的玩家他们都会买这个来做，但如果说你买这个呢，一般来说呢，你会再买一个有一种铁的插销，那就是可以看这张图。那这铁插销呢，就是很便宜。不过呢，其实就做这样做起来，其实效率不是很高。所以说呢，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的效率可以接近 fast tool 的效率呢？那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个这个原木榫的这个标记的这个道具，它可以方便你快速的挖出正确的洞的位置。好，所以首先呢，你会需要用到一个你不要的木头，那再来就是你需要一个亚克力板，就是这个亚克力板，牙齿。铅笔，一个马克笔，然后你会需要一个夹具，然后呢，你还需要一个这个钻孔机啊。如果你没有的话呢，也没关系，你可以拿普通的这种钻孔的，你只要确定自己是90度往下钻，让木头有一个钻出一个洞，那就对了。然后你还会需要就是这个这么挖损的这个头。第一步，我们要拿这个废木料，我们要先来把它校正成正确的尺寸。这个材料我们现在处理好了，它的厚是 2.5 公分，然后呢宽是3公分，所以我们其实就是你想做宽的，或者你想要做更厚都可以。它这个厚度会限制，比如说如果你是3公分厚，你取中间值的话呢，你的木板至少要厚 1.5 公分以上，所以我们就是选 2.5。 比如说我们这木头这么长，那我们到时候我们贴着的时候呢，我们这个钻尾就会这样钻过去，所以就是我们就要透过这个来决定说我们要多长，这个距离就等于是你的钻尾凸出来的时候你想要钻多深的标准。所以呢，我们在5公分的地方画一条线，那我们画这条线之后呢，我们就要去切对到这个线，所以它现在就这么小块。这个木头就是我们要当做就是厚 2.5， 然后宽是3公分。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两条，我们现在有这个十字线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来钻这个洞。你用夹具也可以，最重要是你一定要正90。好了，这样夹起来了，我把这换上去。啊，它这个钻尾就是我们在挖这个白色木绳这个钻尾，然后它的洞的大小的钻尾，那我们就是把这个直接换上去。啊，这个一定要锁紧哦，然后要正90，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放上去。好，我们现在把这个对齐，把这个对上去，然后对到正中间。长10公分，宽3公分的亚克力板。就是这样。那接着呢，我们就来进入到画线的阶段。我们刚刚呢，从原本的就是把这个木头我们取出来后，那我们再做了一个亚克力板，这个对这个，我们把它放上去，那它就会变成一个这样的物件。那它就是方便我们在钻东西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透过这个道具来快速的对线，然后画在一起。哦，我们现在确定中心线，其实这个木头我们也要确定在哪里。透过这方式，我们就把它粘在一起吧，用这个瞬间胶。把它粘上去，这倒上去，然后倒上去之后，我们就把它放上去，对齐哦。好啦，所以我们这样做好了。这关键是这个线，它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对接。这还是快6万的机器，再配上一个集成机，大概就7万多，快8万。它这个好处是说，它本身就是可以调角度啊，然后就是你可以调高你要的深浅都可以。它可以调深，等于是你要花了快8万块才有办法有这套系统。我当初没有买这台机器的时候呢，我很早期我自己有做了很多这个道具。当然就是这个道具，就是如果我们这样常常这样钻的时候呢，钻尾常常这样钻木头，它很容易刮掉，然后慢慢偏移。所以其实你们可以看看网上其他人做的话呢，他们会加一个小铁管在里面，这样它就不会削到那个肉壁。这边有两块木头，我都处理过了，那我们现在把它拼在一起来画线吧，这样子。传统来说，我们在打 fast tool 榫的话，画完这个线嘛，我们就会在这个线上面，我们会直接打榫，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很快速的调，说我们要到哪边。
除了这个线呢，它这有个基准线，所以我们就可以快速的找到我们要打的位置。再做原厂这种榫呢，我们就把它打上去，就可以把它连在一起啦。透过这个东西，原木榫，我们可以来达到一样的效果，没办法快速上下调整，所以你可能要做好几个尺寸，然后你角度也不能调。但是呢，对于就是直拼或是基础的直对直的木头连接的时候呢，这个就很方便。那它是在连接的时候怎么用呢？这个对上这个线，对齐之后呢，你的快速夹具我们就把它这样夹好。它是原本这原厂的这个钻尾，把它挖下去，要直上直下哦。它这边就有个圆洞哦。快速的话就是上面有几条线对上去，就一直夹，一直打，一直夹，一直打。我就拿着原木榫呢，打上去，打上去，通过这样呢，它就可以把它接起来。